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试玩哈，我们要来试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 Big Day， 就是大日子的意思啊、重要的日子哦，应该是这样翻译吧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是一个像素射击的游戏哈，那有点类似像末日僵尸生存的那种类型。老头看这个影片呢，哦，感觉非常的有那个什么爽快的感觉吧。看他一刀一刀在砍这些僵尸的时候，那种就是打击感，我觉得做的不错，而且一堆僵尸蜂拥而上，那种感觉是感觉蛮爽的。所以说，老头呢就在 Steam 上面买下来啊，来玩看看啊，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玩啦、啊。反正老头也是第一次嘛啊，然后就来玩看看吧。啊，他有中文跟英文可以选择，来我们来试试看，开始。好、哦，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序章的一个概念。啊、哦，这应该就是我啦。我开着一台货车，奔驰在一个高速公路。哦，然后这个好像是，这好像是大陆那边做的哦。你看这边都有中文，国产游戏。你总以为生活已经不能再糟了，但上帝却总要跟你开玩笑，跟你再开玩笑。哦，这是我，哇哦！没人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。现在活着比答案更重要。僵尸末日生存。噔，三个月前 ，A 国东部农场啊，倒叙法。哦，哦，这个动画做的，哦，这个动画做的好特别啊！嘣，飞机坠机，我手上拿的斧头。我就直接下来了，这样子。哇 ，Help me， 他来 Help me， 你在干嘛？我叫什么？潘乔，你在干嘛？啊，哇，哦哦哦哦哦，直接抓他的那个肉打的脸呢，看来只能动手了。好，一二主武器，主武器跟副武器切换武器，按 Q， 啊 ，WSAD 移动 ，F 是近战，开火，装填瞄准，装填是右键啊，按住，哦，翻滚是空白键，好，开始了，我靠，射一下不见了，我这把枪威力有那么强吗？我是下杠啊，难怪，啊，怎么装填？啊、哦，这个装填方式好特别哦！按住，有对到的时候把它放开。哎、欸，这个装填方式好屌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装填方式很有趣。哎呦，哦吼吼，还真是没完没了啊！该死，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鬼？哦，躲进去了，躲到农场里面了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么多！按住，嘣嘣，而且我只有两发而已。各位应该看得懂这个装填的这个很特别，这个装填的这个特别之处吧？他要下面那个箭头对到那个子弹，才算装填完成哎、欸。啊，那看没对到就装不到子弹了。我之前看那个这个游戏的下方有人在评论说，这个装填是在恶作剧，是在搞人。可是我觉得很特别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啊。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装填不有趣啊。我看有人留差评说这个装填系统很烂这样子，我觉得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、欸。啊，这他妈明显不是人啊！啊，肚子饿了吗？不然在逼什么？好，我的手机，帮你。潘乔，你是不是还待在你那个破农场等死呢？接到你电话还挺意外的。你不会相信我刚才经历什么，我遇到了。我知道，就你这运气不遇到才怪。想办法躲开他们，快点进城。部队正在广场组织撤离。什么？你知道那些怪物？是不是有和你那些狗屁工作有关？哦哦，我大概能够猜得出来了。啊，我们的邦尼呢，可能是在生化里面啊、做工之类的。
荔枝在哪？荔枝好像好吃的样子，我要去接她。啊，这个会不会是我女儿之类的？算了吧，她和我在一起很安全，我们马上就离开这了。喷桥，保重。哇，他把我丢下，帮你，帮你。God damn it！ 荔枝是我的女儿啊，的确是。你不能就这样把她带走啊！好，结束了。这感觉好像就是副本，一个章节一个章节，好玩好玩。我还有等级耶，135块钱。然后呢，这是我杀僵尸的数量，好有趣啊！哎，然后呢？我可以开车哦，原来可以自由移动啊！那我进入这里是要重打？那这个帐篷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整理装备，角色选择，我还有技能哦。怒吼，它没有显示怒吼的意思是什么啊？而且我现在只能选这一个，拉不过来。哎，好有质感哦，好有质感哦 ！Oh my god！ 好，怒吼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油箱是什么？空空如也，怎么感觉这像是手游免洗 game 的那种感觉啊？技能天赋十级解锁。哦有哎，哇！原来我有这个步枪哦，我现在知道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而已，你整个就刷装备的概念啊！啊，我要怎么倒退啊？好，按这个倒退。哦，属性详情，哦，等级，装备技能没有显示装备技能。好，我们就带这些，你没什么好准备的。所以说，这游戏到底怎么存档？世界地图、回收箱。这是我的那个啦，武器库啦。这个游戏的存档方式是什么啊？啊，算了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啊，我怎么离开这里？世界地图。哦，然后 ESC 没有屁用。我们可以先到这边的地方看一下。嗯，这边不能进去。那上面的房子行不行？飞机坠机，我看觉得我们应该只能去这个大城市了吧。进入独木桥，感觉就是一座桥，然后我要在那边猎杀大批的僵尸，有没有可能？哦，哦，开始了，这些僵尸吗？不是，他们在跑，我把他扒回来干什么？嘿，前面怎么了？放开我，我可不想死在这里啊！胆小鬼！我看你在这活不了哪去，脆上上上哦，换这一把比较屌。哦，翻滚哦，翻滚要 CD 啊，我们怒吼怎么按啊？哦呦，翻滚空白键按怒吼怎么按 ？Ctrl+C+X 啊，要装了，还行欸。哦，他们会自爆是怎样？补血啊！这个是武器箱，哇，这是什么精英怪？然后血这么厚的僵尸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所以说这个技能怎么办啊？哇，这是捡到蓝装的概念吗？捡到蓝装的概念，哎，这可以射爆哦！哎呦！我把他们射爆，还有道具哦，死给白花花的叉票，叉票，哎、欸，哇哇哇，连爆，什么连爆有没有什么成就之类的？然后这个是哦，这是我们的斧头 F， 哇，这攻击好屌啊、哦！可以砍车吗？车不能砍，有没有东西哦？水。啊！哇，这什么？僵尸拿枪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最好是僵尸拿枪啦 ！Oh my god！ 换武器！哇 ，lost 掉了 ！Ban！ 哇，抓我！Ban！ 哦，我们可以哦，还可以连打，那
这伤害好低哦，但是伤害好低哦，伤害我觉得不行。哇，没成功，死了。哇，那个钱会自己飞到我身上，可以的。哇，这样子没有办法。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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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爽？爽到啊！啊，刚刚那边有个喝醉的，是怎样？会喷火？我的僵尸也会喷火，是怎么回事 ？BOSS 啊，也太好笑了吧！我们送的东西可多了，好爽。这里可以射，通通都可以射。那我现在去哪里？把这台车射爆，就有路可以走了吗？看来不是，啊、不能走啊，大哥。这边没有，哦，这里啦。原来，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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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了吧，太多了吧。哇！我怎么会有胃酸啊？天哪 ！Oh my god！ 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哎呦，失败了！哎，怎么那么难？就就就就就，我驾！哦，我已经装好了，难怪。我想说，怎么没有那个特效这样子？没有注意看，子弹已经装好了。Yeah！Shift Auto Control， 另外一个怒吼到底什么技能啊？超级看没有哎、欸。那我们现在钱好多、哦，我们有5000多块钱，好爽啊！哇，我中毒了 ！Ban！ 哇哇哇哇哇！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手榴弹之类的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有补血的，可以。哇，就这一只哦，就是他吐毒液的吗？捡捡捡捡捡！结束，来了来了，会反弹！哇，这个会反弹嘞、欸！这个这只僵尸居然有技能啊，好酷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像掉了奇怪的物件。好，捡到了蓝色物件，捡到了蓝色物件。那个，这个已经死了。哇，有一大堆，还有彪形壮汉呢。你馆长哦，馆长别。哦呦喂啊！还好，哇，越来越 man 啦！我觉得用这个感觉比较强哎、欸，而且也比较好对，伤害高也比较好对。好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打好了、啊。虽然只能两发，但是呢，通常一发一个也比较好装填，格子数大。嗯，没对到，不知不知，哇哟，这个居然至少两发吗？啊，两发才把它解决掉，快吧快吧快吧，无血不血不血，碎，我觉得吐胃酸哦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这边车子也太多了吧！哇，这个会突击啊！哇，爆了好多车子啊、哦！哇，别来！有没有什么手榴弹之类的？我那个右边的应该是我的能量条吧？我到现在连技能都还不会放哎、欸。砍砍砍
弹可以省子弹，不行，还是会被打。Q 是换武器，哦，一啦，一剑啦，啊，有比较强吗？没感觉，结束。哇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死了，谢谢你送装备给我。有人被困在里面，帮帮我朋友。对不起朋友，我无能为力，你不用救我出来，送我一程就好了，别让那些怪物吃掉我，吃掉我的灵魂。然后我还在开枪，然后把他射爆了，他去了。这个是结束的传送点吗？好，哎，欸，啊，在后面这是死掉还是怎样？是死掉还是躲在那边啊？哦，两个，这是装填而已。好，我们过关了。结束了，可还没遇到 BOSS 哎，欸！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！哇，这一关杀哇八十几只，杀上百人，等级五，哇，我们拿好多东西哦！天哪，这只能选一种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危险工种 ，SG。是什么意思啊？狙击老兵伤害36-69，这三个都一样。然后这个跟这个 AZ 这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 MP5 斧头。而且他那个问号是不是特殊能力啊？好像是哎，欸，而且感觉比较强。可是你看他的斧头伤害还有分哦，有加特殊能力的比较高，没有特殊能力就不减了。AP 收取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闪电结晶，这个也来个闪电结晶这样子啊？好，离开，离开的话那些是不是都不用了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帐篷。准备装备一下啦，这个274304伤害的确很高，冰冻伤害加22%，好哦，哦，这个装填速度上升，装备，然后再来是这一把，改拿这个啊，这个多少？250，哇，这个比较高哎，欸，装备。再来就是新的斧头啦，消防斧，我还不装一波。血量，这个，再来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加好多，好爽啊！它这上面写什么？AR 跟 NG 的攻击力上升 14%， 还有致命伤害提升。啊，剩下的要可以回收嘛？我看一下这个回收变什么。嗯，我看不出来它回收变什么东西啊？回收，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回收，回收变成钱钱。嗯。哎，欸，他这个手套居然没装备，欸，等一下，我要来装备一波。下面的没有装啦，鞋子没有，鞋子没得选，鞋子没得选。这个装一下，哦，下面我们都忘记了。然后呢，回收，我要怎么回收？回收，回收，
哦，这些留着，不要急着回收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今天先玩到这里哦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呢，记得就是把这影片分享出去哦，又或者是按下你们订阅以及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看情况，如果很多人喜欢看这一部影片啊，这个系列的话呢，老头可能会考虑继续做下去，好吧？那么感谢各位收看哦，我们下一次这个大日子再见面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面了，拜拜。